位法師、各位居士，今日開始係講用梁王寶忏七日嘅時間咧，以一個簡單撮要嘅方式係講《菩薩戒本經》。七日咧係應該唔夠時間嘅，但係以簡單概括嚟講咧，勉強都可以得。咁希望大家聽咗之後咧，知道受持菩薩戒嘅重要性。我哋知道戒律裏面咧，基本上分有聲聞戒同埋菩薩戒嘅。菩薩戒咧係通於在家出家。咁有好多人話：我念佛就得啦，我念南無阿彌陀佛就得啦，點解仲要學習戒律呢？戒律嘅戒相咁浩瀚、咁繁複，我一句阿彌陀佛就全部可以應人而解啦！我往生西方，點解我仲要研究戒律啊？大家必須要知道，戒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而呢一部戒咧，《菩薩戒本經》咧，係通於在家出家都可以學習，都可以受持嘅。所以大家可以聽聲聞戒，在家嘅人係唔可以聽嘅噃，出家才可以聽得聲聞戒的。在家的居士可以聽這一部菩薩戒，因為它是通於在家出家的。觀無量壽經裏面，釋迦牟尼佛對韋提希夫人這樣說，他說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規，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眾大乘，勸進行者。如果你明白這一句，你就明白戒律的重要了。你想生西方極樂世界嗎？你要修三福的。第一者是什麼呢？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個就是第一個福啦。咁呢個第一個福咧，係屬於三罪淨戒裏面嘅攝善法戒，因為你要修善法。當然我哋菩薩戒裏面咧，我哋講所有嘅菩薩戒咧都可以歸納埋三罪，罪者即係類別，三種類別能夠清淨我哋嘅身口意嘅。咁呢三罪係三罪淨戒係咩咧？攝善法戒、涉眾生戒、涉律儀戒。咁而呢一句《觀無量壽經》裏面咧，包括咗三罪，就善述咗三罪淨戒嘅重要性。如果你生西方極樂世界，必須要修三福喎。第一福就係涉善法戒啦。涉善法戒最重要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善法就係孝養父母啦、奉事師長啦、慈心不殺、修十善業。這個三罪淨戒之一叫做攝善法戒。咁第二福係咩呢？第二福咧係受持三規，具足眾戒，不犯威儀。受持三規，具足眾戒，不犯威儀，就係攝律儀戒啦。咁攝律儀戒咧，就係你嘅規矩啊、儀式啊。點為之開遮持飯啊？我呢樣嘢做得，呢樣嘢唔做得啊？我受具足戒嘅人應該點做啊？受菩薩戒應該點做啊？點樣修受三規五戒啊、八戒啊？不犯威儀，所以叫做攝律儀戒。呢個第二福，咁啊仲要修第三福先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嘅噃。第三福係咩咧？第三福咧就係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眾大乘，勸進行者。你發菩提心，其中個最重要嘅項目就係廣度眾生滿菩提願啊嘛，要度一切眾生，冇話發菩提心而唔度眾生嘅，要將度眾生擺喺前提，咁先係叫做發菩提心。咁呢個就係攝眾生戒啦。咁所以我哋綜合咗呢一句説話，《觀無量壽經》裏面所講嘅修呢三福咧，已經包括咗菩薩戒裏面嘅三罪淨戒。
涉律儀戒，涉眾生戒，涉善法戒。咁所以，如果你係修淨土嘅行者咧，你必須要受菩薩戒嘅噃。如果你未受菩薩戒咧，希望你能夠聽咗《菩薩戒本經》之後咧，你要發心受菩薩戒。何謂三罪正戒呢？要了解菩薩戒嘅人，必須要知道乜嘢叫三罪正戒。罪者種類，即係話，如果我哋將菩薩戒嚟分門別類，係分開三大種嘅種類，叫做罪啦。罪即係種類，正點解呢？呢三種種類，呢三種種類嘅戒，能夠令到我哋淨化我哋嘅身口意三業。須知點解眾生要生死輪迴啊？就是因為身口意三業不淨，由心而發動身口，由身口而做一切惡業，因為惡業而受報輪轉生死嘅。所以只要我哋淨化身口意三業，就可以邁向無上菩提啦。咁所以話三罪正戒呢三種嘅戒律咧，可以令到我哋清淨我哋嘅身口意。清淨身口以發菩提心，而修行成無上正等正覺。咁呢三罪正戒呢，第一係涉律儀戒，第二咧涉善法戒，第三咧就係涉眾生戒啦。涉律儀戒基本上係講自己修行嘅一種心態，我要邊啲嘢，我點做，我個威儀點，我個律儀點樣。涉眾生戒同埋涉善法戒咧，係發菩提心講到一切眾生嘅，即係話咧三罪正戒係自利而利他，涉律儀係自利而為主，利他咧涉眾生涉善法，所以包括自利利他嘅總法門。今日我希望咧係講咗個題目，講咗《菩薩戒本經》嘅經題，同埋講。翻譯者簡單介紹翻譯者，何謂涉律儀戒呢？律儀戒又叫做自性戒，即是話一切菩薩戒捨斷一切諸惡，包括所有戒律嘅儀規嘅止惡門，係七眾所受嘅戒。比丘、比丘尼、釋迦摩羅、沙彌、沙彌尼五眾啦，出家五眾。再加兩眾，優婆塞、優婆夷為七眾啦。涉律儀戒咧，七眾都應該受嘅，亦都可以總歸埋咧別解脱戒、定共戒同埋道共戒三種。因為呢個涉律儀戒咧係七眾共受，而七眾咧亦都別受。別受例如點別受咧？出家有出家嘅戒，在家有個在家嘅戒。在家嘅戒係咩呢？三歸啦，歸佛、歸法、歸僧啦；三歸五戒啦，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啦；八戒啦，即係八關齋戒啦。今日有，琴日有人受八關齋戒啊！八關齋戒咧，乃至菩薩戒，呢啲係在家嘅戒。出家嘅戒咧，比丘250戒啦，比丘尼348戒啦，釋迦摩羅咧就係十戒加埋六法啦，三昧尼戒咧係十戒啦。咁呢係別受嘅。咁呢個律儀戒咧係一個總綱，叫自性戒，有別受啊，有總受。咁呢個戒受持涉律儀戒咧係法身之因。點解咩叫法身之因呢？因為我哋知道佛有三身噶嘛，法身、報身、應身。涉律儀戒咧，能夠造就法身之因。法身本自清淨噶嘛，就係由於迷惑而流轉生死，有煩惱迷惑，身口以三業作業而受報，所以法身即係話個自性蒙塵。由於呢惡遮覆咗自性，不能自顯。咁如果你能夠斷除眾惡咧，咁你就成就法身之因啦。即係話涉律儀戒咧係法身之因嚟嘅，涉善法戒咧又叫做受善法戒，係收集一切善法。菩薩嘅行者
修身口意三業清淨，回向無上菩提。例如刀舌六根，修六道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不犯過，犯過悔改，長養諸善根。這些是止惡修善的，是報身之恩。第三就是攝眾生戒。攝眾生戒又叫做繞益有情戒，即是說以慈悲來攝受利益一切眾生，以此為利生之門，令眾生遠離惡法，修行佛法，這個是應身之恩。所以說攝律儀戒是法身之恩，攝善法戒是報身之恩，攝眾生戒就是應身之恩，即是說法身、報身、應身之恩都具足而種下，種下了這三身之恩，決定成法身、報身、應身。現在你講一下有多少種的戒本，基本上根據藏經講，菩薩戒有六個版本的。第一就是菩薩璎珞戒本、梵網菩薩戒本、菩薩善戒經戒本、瑜伽菩薩戒、地持菩薩戒和在家菩薩戒六種。梵網菩薩戒呢，十重四十八輕。璎珞菩薩戒本呢，十重，就沒有輕的戒文的條文的。它輕的戒文條文呢，重的以十波羅惡法為主。攝眾生戒呢，就以慈悲喜捨、六道波羅蜜為主。善法戒呢，是八萬四千法門為主，沒有特別的輕戒的戒文而標出來的。所以璎珞戒和梵網經戒呢，在波羅儀那裡都是叫十重，而梵網戒呢，十重四十八輕。璎珞菩薩戒本、梵網菩薩戒本。第三呢，就是菩薩善戒經。菩薩善戒經呢，是專對出家而講的。梵網戒和璎珞的戒經呢，是通於在家出家，唯有是菩薩善戒經就只對出家而講。而菩薩善戒經呢，這部經呢，其實就是瑜伽師地論裡面的本地份的菩薩戒裡面的一個 chapter 來的。瑜伽師地論我們知道有百卷，玄奘法師所翻譯的，但是還有其他的譯譯本的。地持經亦都是瑜伽師地論裡面的地持菩薩戒裡面的一份來的。地持經其實就是同樣的翻譯，就不同本。菩薩善戒經呢，亦都是同瑜伽師地論是有關的。現在知道了，可能大家如果未聽過這幾種的，覺得很繁複。璎珞戒、梵網經戒、瑜伽菩薩戒、地持菩薩戒呢，都很有關係的。而這四個呢，都是通於在家出家，但是菩薩善戒經呢，就只是通於出家而已。我們現在所學習的呢，這一部呢叫做菩薩戒本經，即是地持菩薩戒本，是譚無參翻譯的。地持菩薩戒呢，四重四十一輕。瑜伽菩薩戒呢，四重四十三輕。菩薩善戒經呢，八重四十八輕。梵網經呢，十重四十八輕。而最後呢，就是有個在家菩薩戒啦，即是出自優婆塞戒經受戒品裏面的六重二十八輕。這個是只對在家講的，不是在出家講的。即是說呢，單對出家人講的就是菩薩善戒經，通於在家出家的呢，就是地持菩薩戒、瑜伽菩薩戒、梵網菩薩戒、璎珞菩薩戒，是通於在家出家的。只是在家的人講的呢，就是在家菩薩戒了，就出自優婆塞戒經受戒品的。咁係有六種，我哋今次講嘅咧就是地持菩薩戒，即係菩薩戒本經。咁地持菩薩戒咧，其實同瑜伽菩薩戒咧好相同嘅，翻譯嘅人唔同，但係裏邊嘅內容咧係好相同嘅，係通於在家出家。
菩薩戒本經，即係呢個地持，執住地持戒本。而家我哋學習呢一部咧，有兩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咧就係佢嘅開遮持範係好明確、好詳細嘅。例如《梵網經》咧，同埋《璎珞經》咧，就唔係太詳細，唔係太明確啦。而且佢裏面嘅義理咧比較都抽象，所以受菩薩戒。而需要開遮持範輕重，要好明確嘅點到好明嘅咧，就係呢部經啦，呢個《菩薩戒本經》啦，係好明確嘅。佢個開遮持範，乜為之範，點為之不範咧，好清楚嘅。第二咧，係藕益大師係提倡呢部《菩薩戒本經》，就係因為佢個開遮持範，範與不範，幾時係開圓，幾時係遮止，係好詳細嘅。是很明確的，所以受菩薩戒的人呢，很多呢都喜歡是受菩薩戒本經，即是這一部的經，這一部地持的戒本經。好了，現在講了，大家已經知道了，菩薩戒是三罪淨戒的總和，亦都知道菩薩戒本有六種，而這一部呢是開遮持範十分明確，所以咧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唔係話其他唔值得我哋學習喎。其實我哋學習菩薩戒咧，應該除咗重呢一部戒經之外咧，仲要做梵網經、璎珞經都要重嘅。咁我哋而家咧就開始講嗰個菩薩戒本經咯。嗱，第一菩薩戒本經出地持戒品中。大家知道有一部論叫做《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咧，傳說咧係由彌勒菩薩從兜率天降生到人間，係由無著菩薩所記錄嘅，係講俾無著菩薩聽，無著菩薩記錄嘅，無著菩薩唯識宗嘅其中一個始祖阿僧噶，佢個細佬叫做 Vasubandhu， 叫做世親菩薩。兩兄弟嘅，啊呢個阿僧噶就係無著啦，無著菩薩嚟記錄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咧又叫做慈氏菩薩喎，所以呢度話嗱慈氏菩薩說啊嘛，《菩薩戒本經》出地持戒品中，慈氏菩薩，慈氏菩薩咧即係 Maitreya Bodhisattva， 慈氏慈悲嘅慈，慈氏菩薩。咁呢部《瑜伽師地論》有100卷咧，就是玄奘法師所翻譯嘅。咁但係仲有其他翻譯《瑜伽師地論》嘅經本嘅噃，其中呢個咧就係《菩薩戒本經》咧，就係譯咗《瑜伽師地論》裏邊嘅本地份裏邊嘅菩薩份，即係有一部分抽咗出嚟，佢譯咗叫地持經，就唔係玄奘法師譯嘅噃，就係檀無參譯嘅。即是話咧，而家我哋研究學習呢部戒本咧，其實就係《瑜伽師地論》裏邊嘅本地嘅菩薩戒訓裏邊嘅另外一種譯本，即係同佢好有關係嘅。就呢一部譯本咧，就係北梁天竺三藏法師檀無參於孤藏譯，《瑜伽師地論》就玄奘法師譯啦。呢部地持戒。地持論或者地持經咧，就係檀無參所翻嘅。咩叫做檀無參？點解咧？檀無即係 Dharma， 亦都譯為達摩都得嘅。Dharma 檀無檀無即係 Dharma， 參係咩咧 ？Raksa Dharma Raksa Dharma 就係法啦 ，Raksa 係點嘅？好豐富，好豐足。即係 resourceful， 即係話 this dharma is resourceful， 所以叫做亦都我哋直譯咧叫做法盛或者法豐豐盛或者法盛啊法豐都得。咁呢個北梁天竺三藏法師，北梁天竺。檀無參所譯嘅，咁何謂檀無參係咩人呢？檀無參係北梁時代嘅人。北梁係中國歷史上邊個朝代呢？
就是、東晉，喺東晉北方五胡亂華。我哋知道喎，我哋漢族中原裏邊咧有幾次係胡人入侵中國嘅喎？據我記憶咧，起碼有三次。即係話咧，外族人入咗中原，而佔領咗中原某個地某個區域嘅，叫做五胡亂華。咁其中一個就最近嗰啲咪清朝啦，清朝入咗中國，統領咗中國幾百年啊嘛。仲有元朝入咗中國，統領咗中國幾十年啊嘛。即係話曾經外族入侵中國咧，據我嘅記憶咧，根據中國歷史有三次嘅，呢次可能係第一次，因為東晉喺北方五胡十六國之後咧，就分裂為南北朝啊嘛。呢、這個時間咧，大概係喺西元390年至到439年，呢個北梁嘅係十六國之一。東晉滅，後來就滅亡，分為南北朝啊嘛。咁東晉有咩特別啊？呢個朝代，呢個朝代好特別嘅東晉，大概係1600年前。點特別啊？點解要提出呢個東晉咁特別啊？點解其他朝代唔特別啊？因為東晉咧係最多胡僧嚟中國嘅，亦都有一位好偉大嘅華嘅漢僧去到印度，有來有往。當然來嘅多，往嘅就好少啫。往嘅只有法顯大師，就係東晉人啦。法顯大師用五年嘅時間去印度嘅。法顯大師就係東晉時代嘅人。呢個係漢僧去到天竺，亦都有胡僧嚟到漢嘅噃。胡僧嚟漢喺東晉咧係特別多嘅。邊幾個特別嘅表者咧？特別嘅代表嘅人咧？第一，鸠摩罗什。Kumarajiva，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好多翻译嘅，就系、是、东晋时候嘅人啦。咁仲有边个咧 ？Buddhaya 就系佛陀耶舍啦。佛陀耶舍系翻四分律嘅，同埋长阿含经嘅。Buddhayasa 佛陀耶舍，仲有咧 ，Buddhabhadra 佛陀不陀。Buddhabhadra 咧就係翻譯摩诃僧祇律嘅，咁仲有檀無參咧就翻譯菩薩戒啦，同埋檀無參有一個好重要嘅翻譯，就翻譯大波涅盤經，翻譯咗40卷。咁仲有好多喺東晉至到時候嘅南北分開南北朝咧，嗱東晉滅咗之後咧，五胡十六國分開南北朝啊，喺南北朝嘅時候。北就有北魏啦，南方咧就係宋齊梁陳。咁點解我要講呢個朝代咧？又係有一個好特別嘅人物，達摩祖師就梁武帝嘅時候嚟噶嘛，就係、是、呢個時間啦。達摩祖師就呢個時間嚟噶啦。另外，我哋今次拜梁王寶忏嘅寶智禅師係咩人咧？就係、是、南北朝嘅人，達摩呢個寶智禅師。梁武帝啊，寶智禅師啊，達摩，所以呢個東晉嘅時代咧，係佛法一個好顯赫嘅時代。咁檀無參咧 ，Dhammaraksa 咧，就係喺呢個北梁嘅時代，喺天竺三係一個天竺三藏法師。何為天竺咧？天竺即係印度，以前唔係叫印度嘅，以前叫做天竺。三藏法師咩叫三藏法師咧？通常法師咧，我哋研習一係就研習經，一係律，一係論。但係呢位法師咧，經律論都通嘅，意思叫做三藏法師。我哋普通嘅法師斷唔可以叫自己啲三藏，除非你通經、通律、通論先可以叫三藏法師。圓莊法師就係三藏法師啦。咁呢、這個檀無參咧就是、三藏法師，通經律論都通嘅叫三藏法師。佢翻譯嘅，翻譯於孤藏。孤藏係北梁呢、這個北梁就係朝代啫。北梁建喺邊度咧？喺涼州。涼州以孤藏為首都，咁所以呢部經咧係喺北梁嘅時代咧，這個北梁嘅時代咧喺涼州嘅首都孤藏裏邊譯出嚟嘅。咁呢個就係嗰個譯文嘅人啦。
咁啊嗱，菩薩咁咩叫做菩薩呢？菩薩如果用梵文咧，就係 Bodhisattva。Bodhi 點解咧 ？Bodhi 係覺悟咁解喎。Sattva 咧係有情，有情嘅眾生啊，即係話覺悟嘅眾生，覺悟咗嘅眾生點為之係覺悟嘅眾生啊？覺悟嘅眾生何為覺悟咗眾生呢？凡係覺悟嘅眾生呢，一定會懂得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如果你唔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呢，你就唔係菩薩，你就唔係覺悟嘅眾生。凡是覺悟嘅眾生呢，都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自利利他，悲智雙運嘅。呢個就是菩薩啦，菩薩就係要咁嘅，上求佛道。如果你只是求佛道而不做众生的呢，那你就是声闻，是小乘，就不是菩萨了。那何谓戒呢？戒如果用简单来讲呢，就是防非止恶为戒。有些不好的事我们不做，不好的事预防它，不做恶事。从梵语的角度戒呢，戒有三个名字。第一 Vinaya叫做皮利啦 ，Vinaya 就皮利啦。第二咧 ，Sila 就斯罗啦。第三咧 ，Pratimoksha 波罗提木叉，即系话咧，皮利、斯罗、波罗提木叉，呢、这个就系从梵文嘅角度睇咧，就三种都系叫做戒。Vinaya 系律咁解，因为逢亲呢个戒有戒法噶嘛，律者系法律也，系教法嚟嘅。这个 Vinaya 这个皮利呢，是教的法，它的法相、啊、叫做 Vinaya， 属于教的。 Sila 呢， Sila 呢是属于行的，是清凉，行者其作用也。 Sila 即是清凉，为什么清凉呢？因为我们平时有烦恼，不能够持戒，身心很热怒，不够清凉，烦恼多就身心不清凉，充满热怒，充满嗔威，充满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些全部都是令到身心烦恼。身心烦恼譬如是热怒，热怒呢，而斯拿呢就令到你清净。这个戒的作用呢，能够令到你身口意三业清净，所以斯拿是译做清凉，令到你的身心清净。最后呢就是Pratimoksha 波罗提木叉，是属于果了。 Vinaya 皮利 Sila 是属于因，而 Pratimoksha 是属于果。为什么呢？ Pratimoksha 是属于是叫做别解脱，即是个别解脱，有一条戒就能够解脱一个，叫简单来讲就解脱烦恼，处处有戒，处处解脱烦恼，境况无量，因有境而有戒，有一个令到你烦恼的境呢，就有一个戒去对治的。而每一个境对治呢，都是那个解脱那个烦恼的方法。所以处处有境，处处解脱，处处烦恼，处处清凉，那就叫做解脱了。所以说从 Vinaya, Sila and Pratimoksha 来讲呢，是属于教行果，教和行是属于因，果是属于因果上面的，能够达到的最后的一个解脱的方法。那么这个叫戒了。那当然戒如果从个义理，从个 meaning, the meaning of Vinaya, 从个那个义理来讲呢，有戒法、戒行、戒相、戒体。从何谓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呢，这里南山律在家备览里面很清楚，弘一大师所讲的。基本上来讲呢，戒法是一个总纲，你还未持戒的时候，当然未有戒体，是讲的几个总纲，有戒体、戒行、戒法、戒相。戒相就是里面的 details， 戒行就是你的行为去 match 那种教，那个教。而戒体就是立受了戒体，当你的戒行，当你有戒法和你的戒行、戒相相应的时候， 你所登坛作受戒成个戒体就能够保持了。咁里面戒法、戒体、戒行、戒相都有个别的叫做四个戒的项目，叫四科，呢啲大家都要研习。但我而家系讲一个总纲，
概括，所以不去講戒法、戒體、戒行、戒相裏面的內容了。咁從根本上嚟講咧，戒為道之本，戒為行之本，戒為教之本。點解叫戒為道之本呢？因為戒能夠令到你法定而生位嘛。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立咗本先有道生嘛。如果你戒就係一切嘅行為之本。所以話戒為道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唔立點可以道生啊？咁所以咧，戒係道之本嚟嘅，戒亦都行為之本。因為無論世間法出世間法咧，如果你唔止惡行善咧，人天尚且不保，更何況成佛，更何況學菩薩。所以戒係一切善行、一切行為之本之根本。戒為教之本，所有的講律裏面都有戒法喺度嘅。不單止講律有戒法，經律論裏面喺經裏面都有戒法裏面嘅文字嘅。咁所以係教之本啦。咁呢個我就講完個戒字咯。基本上係防非止惡嘅。咁何謂戒本呢？咩叫做本呢？戒咧有講有講有略嘅。戒本就略说的，讲本呢就是详细讲的，就叫做讲律。讲律呢是比丘、比丘尼啊的生活规范啊，佛成道后十二年里面呢，里面的弟子很多时候犯了戒律呢，咁佛一一根据他们所犯，根据境界呢而很详细解释，这个戒呢是要我们要这样受持的，我们的揭磨法是这样的，我们的忏悔法是这样的，很详细的那个叫讲律。本咧就唔係講律，係略嘅，即係話將佢 summarize 出嚟，便於我哋眾集。如果我哋嘅戒律裏面全部讀講律嘅咧，好難歸納佢嘅噃，因為四分律、五分律、十眾律、摩诃僧祇律、根本有律，全部咁多，我哋點去撮要佢出嚟啊？但係我哋啲高僧大德咧，佢將講律裏面撮咗個略律出嚟，即係話你睇住個 menu。这个 manual 呢 just the regulation, number 1, 2, 3, 4, 5, 6, 7, 8, 9, 10, 你容易 去接受。如果我给部讲律你拿着这么大本的讲律，你怎么去 follow? Follow 不到的嘛，跟不到的嘛。所以律有广和有略，广是详细解释律的作用，详细解释律的法体上行，而略的呢就是它的戒本。所以我哋有四分律比丘戒本係略說嘅，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係略說，非講說。但係當我哋略說嘅時候，研習略本咧就要去 refer， 要去睇，要去睇嗰個講略講律，然之後能夠知道佢開車持犯。而略本咧只係俾我哋一個 reminder， 係半月眾經裏邊用嘅。咁而家呢個咧係略本。所以簡單嚟講，何為戒本呢？戒者防非止惡。何為本呢？本者標略而講，叫為本。經咁叫做戒本經啦。咩叫經呢？經就係梵文叫 sutra， 叫修多羅。修多羅即係貫穿，即係好多我哋嘅念珠裏面咧，好多念珠108條念珠係一條線去貫穿佢噶嘛。咁呢個 sutra 係修多羅咧，就好似嗰條線啦，將每一個念珠都貫穿埋一齊，將佢嘅義理貫穿埋一齊，將佢嘅作用發揮貫穿埋一齊，將你嘅行為貫穿埋一齊，將你嘅行法體相貫穿埋一齊，咁啊叫做經啦，叫做 sutra， 叫做經啦。好啦，咁今日講完啦，《菩薩戒本經》率理地持戒品，持是菩薩說。北京天竺三藏法師談無慚於孤藏亦，咁講完個今日講完嗰個題目啦。